西游偷窥记。我还有个问题说，那个太白金星，如果我们肚子很饿，可以吃您头上的橘子吗？我这不是橘子，我说这是蜜蜡耶。这是我们家所有财富的象征。所以说你们要帮助千禧头，但有首要有个条件，你们要学会骑马。我骑过。你是压马不是骑马。我喜欢你。今天我要给大伙儿说一段什么呢？说一段我曾经说过的，在台上说过的，叫抡弦子。这是一段鬼故事。什么叫抡弦子？就是背的那个弦子。什么是弦子？弹的那个弦子。请你出去好吗？什么观众这是？你花了多少钱？那请我怎么抡呢？行，你们俩都出去。那个，先我说相声之前呀，我先给大伙儿聊会儿，那个聊点跟相声无关的啊。我想问问大伙儿，知不知道戒指为什么戴在这儿？谁知道？啊？清热解毒啊！清热解毒。请你出去。没事，来，因为我二十多年没骑马了，我说我今天肯定会摔一跤，刚才摔得我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跤在哪儿摔。否极泰来了已经，知道吗？太好了。你们都喜欢我是不是？我都不想走了。你看他现在走过来感觉多得意啊。你看，对，你看。来来，我问问你，老公来了吗？你是老公啊？是老公。守着老公的面亲我一口怎么样？希望你们不要吵架，一会儿比赛我给你找一个女同志让你亲她一口好不好？比较好这个不逗你吗？是鸭你是练过吗？好假哟！他累死我了。